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伊曼家买的一个衬衫。这个衬衫我觉得特别好看，然后还买了一件他们家的裤子，一个牛仔裤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衬衫。这款衬衫呢是一个商场同款的一款，我们买的这个呢是200多块钱买的。看一下款式，款式它的领子这里呢是荷叶边的设计，我觉得就特别精美啊。不管是做内搭还是外穿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我们看一下后面，后面也是有小荷叶领啊，后面看也挺好看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做工，做工都非常工整啊。然后它这里呢，领子这旁边荷叶边下面这里呢是一个镂空的，大家看，非常的细致啊。扣子我觉得也特别好看，前面这里有个绑带，扣子呢是一个猫眼扣，特别的精美啊，很有质感。看一下它的袖子，袖子这里最好看是它这里有个松紧设计，哎呀，弹力还挺大的。我买的这个呢是最小号 S 码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牛仔裤。我看一下裤子，裤子我买的是27尺码的，它腰部这里呢非常的精细，里面是这种铆钉的啊，就不会掉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太好看了，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做工啊，真的很不错啊，很有质感的感觉。这个是个牛仔蓝，就一个颜色。我买的这个是27尺码的，我们看一下后面，后面口袋这里设计呢也挺好看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裤口，它整体呢是有点直筒的，但侧面它带一个小开叉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一套呢穿上身，看一下我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衬衫穿上身也太好看了。袖子这里呢是有弹力的啊，一点都不会有紧束感。我买的是最小号 S 码的这款衬衫，不管是单穿还是做内搭，我觉得都挺不错的。穿上身还挺减龄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吧。牛仔裤也比较好看，腰部这里呢是有铆钉设计，侧面是带个小开叉的，下面搭配了一个运动鞋。看一下后面。整体来说呢，裤子穿上去还挺舒服的，然后它腰部这里的设计呢还挺好看的啊。如果我们把它塞进去，就能看到这个装饰。塞进去的话，刚好穿衣服的话，塞进去腰部这里的铆钉就露出来了啊，非常有精致感，这个牛仔裤。而且这条裤子也很百搭，配任何白色的上衣都是可以的，也不一定要配这件衬衫啊。搭配一个小包，这样一套不管是上班还是出去玩穿都是没问题的。这件衬衫单穿的话，我觉得袖子特别好看啊，很精美，而且它这个荷叶领呢也很好看。总的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，因为他家衣服穿上身就很舒服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记得点赞鼓励一下小娇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